流水蝦咧，其實就係源於泰國嘅，咁啊之後就引入咗去台灣啦，亦都幾受歡迎。咁跟住我同個 partner 咧，兩位 partner 就去到台灣，亦都試食過，就覺得哇，誒咁新鮮又幾得意喎！相信咧香港都會好受歡迎，所以我哋就引入咗香港啦，等客人可以親身體驗到嘅。咁所以佢就會喺個20米嘅河道裏面咧，就會先夾只蝦啦，跟住就會擺入個冰桶度咧，就放雲佢，之後咧就再放喺個爐度燒咁就得噶啦。除了蝦之外，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引入3至4碗海鮮咧，就俾客人去品嚐。仲有30碗食物喺場外可以任食嘅。